除了针对训练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续航宝贝。话说回来，哪个男人不想追求更久更强呢？尤其在床上，谁不想征服自己心里的妹子，而不是被她评价一分钟也很厉害了。延时这件事是男人永恒的追求，就连很多日本动作片老师也会用一些歪瓜神器，这其中就包含物理延时避孕套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让男人持久坚挺、女人寒冰化雪的套套。如果你也想轻轻松松50分钟金枪不倒，一定不要错过它。首先，它的延时效果获得了国家物理加持特征，这个证明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到的，必须得有点这本事。独特三环收腰设计，像三只大手紧紧地握住，从而降低神经元兴奋度，达到科学物理降敏效果。一旦开始，加持效果呈倍速增长，明显感觉到自己更久更猛，甚至奋战整满，让妹子崇拜得一塌糊涂。同时套身添加热感液，提升女性快感，让女伴同频获得快乐，酥麻刺激，感受冲上云霄般的狂跌，无需额外涂抹润滑液，充沛的润泽滋养，让过程顺畅无阻，畅爽一滑到底。只需要和平时一样戴上套套，就可以获得持久坚挺加爱于舒展加润滑的三重感觉，是不是想想都觉得爽？市面上同等产品最便宜也有200-300，这次我和品牌方谈到了粉丝专属优惠，大额优惠券100元，买就送99元礼包，数量有限，想体验到腿软的家人们赶紧评论区冲吧。
Thank you.
兄弟们亲自帮大家试过了，这个绝对是男人的续航宝贝，女人的快乐圆圈。想双向奔赴的兄弟，价格帮你打下来了，立减100元，评论区冲。